4月26日下午，张恒通过社交平台发布一段5分14秒的视频。在这段视频中，张恒揭露了郑爽遗弃生病小狗、在超市偷吃东西不付钱等四个问题。但更主要的是，公开了郑爽出演《倩女幽魂》高达1.6亿的片酬。同时，郑爽母亲还通过微信指导张恒偷漏税，通过4份阴阳合同收取巨额片酬，其中明面上的演员聘用合同金额为4800万，其余金额则以公司投资款的形式收取，并且为了能少缴税，和张恒研究对策，在文字里也给他扣上了偷税漏税的帽子，并且在文字末尾表示履行检举义务，并艾特了相关部门。这段视频经过近2天的发酵，很快得到了官方媒体的回应。4月28日中午，官媒发文表示片酬1.6亿是真是假，必须有个说法，并表示整顿天价片酬也是守护社会公平底线，捍卫劳动精神与奋斗价值。很显然，郑爽一天片酬208万曝光后，让很多网友都开始对流量明星，特别是收入高、片酬高的明星有了更多的意见。对此，你怎么看呢？